所以你给整两个羊辣子来了，辣子菜的。好哥，你不能忙，忙我给整起来了。哎，坐坐，妈妈给整羊辣子来的啊，那是菜菜的啊。我儿子也想来。他羊辣子加红是蛮多啊。有点多了一点点多了。这个小西红柿我妈特别爱吃，但是我觉得太酸了。宝宝，你来吗？你下去啊！快来！你下去啊！快来！要下去啊！要下去啊！我下去喽。哎呦，这里面好多呀！小胖，你的向日葵还吃不？现在应该都已经晒干了，可以吃了。脆了没？没有了吗？空壳啊？没有脆，没有干。哎，哇，这里有鸡蛋，那里生蛋呢。鸡蛋。来看一下。哎呦，真的是有一个鸡窝在这里，还有四个鸡蛋，这有点隐蔽啊。对呀，它怎么在这里生蛋呀？我们家的鸡到处生蛋。妈妈，这里都有鸡在这里生蛋。哎，该的，姐姐们俩，我听到鸡声叫唤，我没想到蛋你听生蛋了。姑娘们捡没得啦？乖，留多个银窝子放你的。妈给毕竟没晓得东西生的，生了四个，你看。我就听到鸡子人叫哎，我们小弟给死你生蛋，有一个啊，这里还挺，这里还挺干净的。嗯，哟，又捡蛋蛋来了，我们的鸡分鸭蛋。哦，我们家的鸡到处生蛋，老是去山上捡鸡蛋，不得了。想不到今天还有意外收获。哎呀，这里还有几个红的，差不多了，可以回去了。那墙上那一颗上面还有啊？哦，那里啊，这个蛮多，这里就，这里面好多啊，你看都红了，都红了，你看，好，我们家这个西红柿都不用种，每年都好多，它自己就生了。对啊。收获三个鸡蛋，宝宝，宝宝快来，妈妈拿了鸡蛋来嘞，西红柿快来，你知道他在干嘛吗？快进来看一下你儿子，抓米，肯定的。又找到那么多米缸了，我下两个星期米都给你姐姐。宝宝，快来看妈妈这里，妈妈这里有鸡蛋呢，不搞米了，不搞米了，你看妈妈这里有鸡蛋呢，哎，这里是什么？妈妈这里加了西红柿嘞。有鸡蛋呢，哇！西红柿给你，鸡蛋给妈妈，好不好？嗯，这个不能拿，这个今天晚上给你做来吃，好不好？给你做汤吃啊。嗯。西红柿好做汤，做菜也很香，宝宝。宝宝，你睡醒了呀？你要干嘛呀？还有一点没清醒。看起来是。好烦呐、啊。这个睡得像鸡窝一样的头发影响了颜值、哦、你要去哪里哦、嗯、啊去坐车车呀、啊、你在煮什么呀我能煮什么嘞除了忙你儿子我还能干嘛嘞给他蒸鸡蛋吃啊宝宝你妈妈给你蒸鸡蛋吃哦等一会儿 啊就可以吃了我外婆你这样过分了我告诉你了
好吃吧，宝宝？好吃。